我看了一圈都没有啊。你全身全看完了吗？全身全部都没有啊。但是你疯了，孤男寡男，一间房，一张床，有墙，关灯，我要让他脱光。你让我想想，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迂回战术。哎，你俩实在不行换一个能看全身的公共场所吧。公共场所？人我都惊呼了，你别害羞在我们人类的观念里啊，只有过硬的交情才会一块洗澡的，是一种社交礼仪，代表坦诚相见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坦诚相见了吗？啊，来，我给你擦背。我是机器人，皮肤没有人类的代谢系统，不需要擦背。不是，你不懂，这是人类的一种社交礼仪，代表互相之间的服务意识。阿宅，这个房间什么味儿啊？没味儿。擦澡都是这样的，正常工序啊。我恶心，不是因为你。我来帮你擦吧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不太习惯。你不是说这是社交礼仪吗？我勒个去！你这不是基本工序吗？是按到什么开关了吗？你的皮肤的防水系统好像是比夏娃的好一些啊。杜冠，富贵，这个孙子。